真耶稣教会中智教会春节感恩特别聚会，聚会开始，我们请今天的主领蔡恩敏执事。李罗亚，李罗亚，伊阿亚哈吉达，我卡麦干啊，法罗海啊，罗米阿，是大年初一，新年快乐，吉达，伊阿亚，伊拉国的连伊罗米达，都那勒努拉好。Itini to lepno lahok no ans kunit ayaw no mila irang ti mukto tacha tong sim mo ta Amen Hallelujah 奉主耶稣圣名今天安息生日午后的联谊特别聚会唱诗我们唱351首在我们当中，大家同心祷告。致辞，我们请蔡恩敏执事来致辞，请陈新汉弟兄来翻译。我点多谢，我是做这是肯定谢啊，给他三里嘎嘎嘛，不容那也不给他。在座的传道、执事、长执副执任及所有的弟兄姐妹、大家、平安。伊蒂尼加哥，米代许多教会，你不在，弟弟给担难。小弟代表教会，说几句感谢的话。我发罗哈亚扎米赞好耶，感不感阿米赞哈那个吉他。毕竟是新的一年，在此祝大家新年快乐。阿尼尼乌安苏古尼兹。又遭遇又。又是一到这个安息圣日。哦，米亚苏卡努卡瓦斯米哈伊安尼拉鲁米阿。这是锁定的，这是神锁定的安息圣日。啊，达当阿阿伊蒂尼图纳萨卡在法鲁海阿米阿鲁米阿。恰好一到
这个第一个礼拜的安息圣日。你呢？托勒努拉霍，给你托古贝阿修盖努米达。啊，所以今天下午我们是举办特别的聚会。哇，萨古古阿努米达诺少尼古卡穆拉西奥。啊，所以待会呢，这个我们用每用一区一区啊来上来来啊歌颂神。哈提拉阿亚扎古卡阿伊尼伊尼诺基奥盖。这是布哲人他们所开会的决议。那爱玛能能归在萨卡库啊，麻烦那我诺瓦瓦尼拉古尼萨，麻烦那其他嘛不容。好，让我们知道哪一区这是谁的小孩，让我们都多能认识。啊，米基蒂尼多那萨乌里兹米达。啊，在我们的这歌颂当中呢，米桑比埃妙里在其他多阿玛伊卡卡拉亚，我们都是一样的在赞美歌颂天上的真神。阿玛玛恩努米达古比嫩托比奥里兹努米达多阿玛伊卡卡拉亚。所以在歌颂方面上，我们不可以忽视。阿诺巴巴正萨多哈伊乌金乌比献堂托努米达。啊，明天是我们的献堂典礼。啊，米基蒂尼托伊达南波隆萨里卡卡伊拉托比法瓦努米达托哈德玛努米达诺巴巴正。啊，所以明天的所有的工作呢，我们在祷告中不要忘了。安尼阿勒努拉霍伊拉米萨辛阿亚萨里卡卡。今天下午有我们的摄影师。伊拉古萨里少年爱德米萨辛卡古哈乌萨。他说我可以摄影吗？伊蒂尼阿伊托诺比台中哈纳奈阿萨里卡卡。他是。台中的这信徒。所以教会说只要你不在讲台这里走来走过去就可以了。哈提拉古努米拉阿法鲁兹米伊塔塔南卡古泰尼米伦卡古图辛古努萨瓦里萨古苏阿努米拉。因为他抱着一颗学习的心态呢来这边观摩。那那伊蒂尼托纳勒努拉霍托比雷尼努米塔。但愿我们校的所有的这个活动。那您蒂尼萨塔邦泰尼勒勒。从一开始到结束。伊拉托瓜马米基扎法耶哈纳雷托纳比乌里兹努米塔阿里。都有神与我们同在来歌颂天上的真神。待会传道给我们勉励。所以小弟用短短的几句话来述说。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接下来是勉励，我们请蔡顺荣传道来为我们勉励，请教务曾顺来弟兄来翻译。所有的宗旨教会弟兄姐妹新年快乐。我给他今天以出去阿萨里卡卡那以后给他凡事谢恩，凡说感谢的话，我们难后你感谢爱阿瓦阿苏尔，无论或吃或喝都为主而来感谢。阿努曼奈多阿米纳诺麦多萨多爱多你感谢爱古哈苏尔，所以感谢天父真神带领大家。我到音控室看了节目之后，我就知道我要简单说明，赶快下台。好戏在后头，大家来唱诗。传道不多说，只有勉励几句话。历代至上二十八章。历代至上二十八章。第三节，第三节，历代至上二十八章的第三节。历代秀二十八章，三线，三线，第三节，只是神对我说：“你不可为我的名建造殿宇，因你是战士，流人的血。”阿门。这里是神对大卫所说的话。大卫是神和心意的人，有资格来建圣殿，而没有办法建圣殿。但是神给他一个责任，你要备财，准备材料，安定你的国家，好让你的孩子好做事。感谢主，感谢。我们也学习了大卫。成功不必在我，成功不一定我。
但是我们可以做准备。所以按照我们的一个教会的一个历史，我们第一次建圣殿大概在民国35年。所以我们要再回忆一下。因为明天就要献堂礼。我们要多讲这些过程。当我们知道历史的过程，我们明天的感恩就更丰富。所以应该这几天的这个感恩周，应该一直在提醒过去教会历史是怎么样过来的。不让老人家出来讲，那他们走了，历史就忘记了。为什么中国人说我们是炎黄子孙？找到的历史2000-2600年，他要表示他的伟大。找不到人类的历史了，他就说我们是炎黄子孙，皇帝后裔。这个黄种哪里来？神的后裔。所以人类从挪亚这个因为制造巴别塔语言这个被神混乱了，人类就分开了。神的后裔就往东边一直到中国大陆的这个板块，但是他是蒙神祝福的。所以我们也感恩我们是黄种人，因为我们是属亚洲，从伊拉克往东边的。感谢主，感谢恩典临到中治。所以我们说在民国35年，我们在街上 建了一个很粗糙的一个会堂，但是信仰信心是伟大的。感谢主，感谢。第二次以后搬到这里来，已经是民国42年了。民国个49年，我们安身立命在这里来，来照顾我们的信仰。伊滴咧给他阿巴罗把这个信仰咪哒。我们在这里来发展信仰。伊滴咧给他阿巴特拉苏里巴特拉斯卡罗。我们在这里来荣耀神。伊滴咧给他阿米埃国托卡瓦斯。今天我们的后代才有这个机会。他阿尼咧乌特鲁特鲁杰达都伊拉伊古拉米拉基盖亚奶。前人种树。后人乘凉。我们用感恩的心。如果没有前人，哪来的后人？没有前面的困难，怎么会有后面的享受？这个享受是你得来的吗？是前面的。这个过程大家都在付出了，所以整个加起来我们都在里面。感谢主，42年建立了在这里的成功教会。感谢主，神的儿女天天增加，通通大家迁移到成功教会，已经是61年了。感谢主，感谢，一直到65年，这是第四次的重建。我们回到这里来了，停摆了4年的时间在这里。大家都到成功教会去聚会。前人的智慧聪明，保留了我们这边的地，为将来做预备。虽然他们没有办法建殿，但是他们就是大卫的精神。来准备这个材料，也没准备做材料啊！感谢主，一直到现在。感谢主，给我打泥泥。我们101年动工，101年，好不容易完成。马拉基多，让我们能够舒舒服服在这里。都拉格，咱们爱说干嘛了？米达。这个第五次叫做
重建。重建之后，我们一定要带来光明。为什么？因为大卫准备材料。神让他不要建殿。因为你流人的血。因为你是勇士。你有能力。问题是国家不平安。你面对很多的困难。你要去应付这些困难。替国家来安定，替百姓来求平安。有平安，后面的建殿才能够顺利。感谢主，感谢大家都有智慧。这个过程一零一年来动工。感谢主，大家都能够凭爱心来互相饶恕。感谢主，爱心伟大，给他们盖那一个爱福房屋转伟大。所以早上的勉励，爸爸怎么样？还要摆着。寻求公义，把你把一路过来也塞。彰显神迹。我们不定人的罪。我们不去论断人。我们要宽恕饶恕。我们要在苦难来见神。我们要去寻求神的羊。跟主在这里团圆。我们要重回教会，归回神的家。因为教会是天国之门，圣灵就是天国的一把钥匙。今天就在真耶稣教会，我们要谢主隆恩，感谢神。所以对大卫的勉励，如果没有他的准备，怎么会有今天呢？所以想一想我们的信仰的历程，从旧会堂街上的会堂到现今，我们已经71年了。我们从迁移然后分家，4年的时间，65年成立宗旨教会，到这里41年，七代表完全，所以我们要完完全全，完全交托主，完全来侍奉神，完全来顺服教会。没有教会，我们没有目标。没有教会，没有信仰的一个方向。所以教会不能乱来。你要带领众信徒。感谢主，感谢我们能够照着圣经来走。所以成立至今41年，我们用70年带来了完全。41年的成立人生，40而不惑，不迷惑了。我们是非观念正非常清楚了，知道我们在为谁努力。因为我们这样的安定教会，明天献堂以后献给神了，这是神的东西了，主耶稣来负责，因为献给你了，那是你的物了。所以我们更应当要降服在神的面前，因大家的一种爱心包容。神的恩典福气从耶路撒冷神的圣殿流出，像牛奶隐秘之地一样。
karena kuno hatur anak-anak akan timur cemira. Jadi, 恭喜贺喜我们中智弟兄姐妹。jadi kita kami kancah, kami pakai hamba kita ni untuk. 功成完竣，明天献堂。bahagia untuk tayang kau kan, bapa sem kento si kita. 愿主祝大家。nanai bapa tadi sama tu si kufu kufu. 因我们的参与。在 jadi kita ni kita pun. 教会带来光彩。tu kau kan, bahagia. 因我们的服事。啊，这一定的大恩米达，来荣耀主圣名。巴达斯卡都爱国，因我们的付出，一定的把一定的米达，在这里高举主名。哎，巴达斯卡拉阿尼巴拉哈都卡麦都感恩卡瓦斯，荣耀感谢主。哎，但你爱国感谢，身心奉献。所以一定的发我最大的灵恩帮助。我们来为主所用。那巴罗巴达斯卡麦圣努卡瓦斯，这样的一个信仰历程，哈蒂尼埃阿拉卡都比行过，是大家一起努力得来的。哎，我的什么努力，大部分阿一次。每个人有想法。Atau kita minta halatan. Setiap orang ada pendapat. Tapi kita minta alih kutu mana? Keluar itu adalah yang baik. Oh mana tuh harus satu ayah. Tapi kita minta Tuhan membantu. Kita sekarang ayah kita kau sangat kering. Kita tidak menerima. Ya han, kita tidak bisa. Kita menerima. Ya hewawa. Kita menerima. Ya bersama kita. Kita menerima. Kering saja. Kita semua masih dapat menikmati dalam gereja Tuhan. Kita masih dapat menikmati. Tuh mana ayah kita ini masih ada manusia itu kita ambil hal-hal. Tuhan Tuhan menggantung kita. Nana kita pikir tuh sihir kita nan. Lang kita. 臣服在神面前。对，今天当你好好读书和服过，还要你搞我事。谦卑跪下来祷告。但你今生给他阿弥努力。求主祝福我们。把这里搞读书和服给他。阿门。阿门。阿门。非常感谢蔡传道所带来的勉励啊！但愿我们所有啊在座的中智教会的每位弟兄姐妹啊，都能够在啊新的一个会堂啊有更好的信仰，有更好的目标啊，让我们教会呢都能够兴旺。接下来是我们联谊的节目啊。那待会联谊的时候，我们是按照各区哦，从第一区一直到第七区。好，阿桑尼啊，沙达邦古节目米达豪伊啊，巴盖尼丁尼伊啊啊，巴卡古米啊，达幺丁尼诶，达幺阿米拉拉丢号啊。待会我们是用第一区一直到第七区啊，第一区一直到第七区啊，也顺便让所有。在家的阿公阿嬷啊，还有我们的长辈啊，以及外出的都知道说啊，这个是谁的儿女啊。那第一个节目呢，我们先邀请我们第一区，好，第一区啊来上台献诗。好，带一支鼓咪，好，安尼第二爱会带一支鼓咪鼓啊，鲁玛咪达好伊啊，第二加油。好，第二区啊，待会第二区要准备。好，阿努马路爱回地里，甘努瓜瓦苏夫斯米达伊，大三个米达。好，格里森米达带你地里加油好。啊，什么老伊法鲁海汉奈啊，伊修阿赞。啊，带你去带地里加油阿米哈默阿米奥利斯都安安，我们地里个格兰。啊，他们要唱的是370首。好，我们尽量往前哈，因为我们的诗台很宽，啊，不会像去年的时候还在楼下，啊，非常的窄，啊，那我们只要是第一区的，啊，就踊跃的赶快到前面。好，第二区的准备一下。好，他们要唱的是370首。Oh,
非常感谢第一区。接下来啊，再邀请第二区啊，带尼吉古米啊，第二区。啊，只要是住在第二区的啊，你今天可以啊，带尼古米，好，也等你加油。好，我们的阿公阿嬷、爸爸妈妈，我们把我们的子女呢都带到前面来，啊，顺便让所有的弟兄姐妹啊也啊看一下。好，第二区，啊，他们要唱355首。接下来啊，再请第三区戴山姑米，啊，第三区，啊，只要是啊住在我们第三区的，我们全部呢都到前面来。好，第三区，大头赛呀咋？你们来广少。好，第三区的啊，如果我们楼下的有听到啊，或者是我们副堂。啊，那个夹层那边有听到的，我们赶快下来哦。第三区174首。Thank you.
下来啊，再邀请第四区戴荣顾密，好，第四区只要是在第四区的啊，住在第四区的，我们现在马上到前面，啊，他们要唱307首。接下来我们再请第五区呢，应该每一年都是最多人的。好，第五区，好，只要是第五区的弟兄姐妹，我们都到前面，415。Thank you.
好，接下来啊，再邀请第六区，好，戴罗库库密，好，第六区，我们要唱168首。最后再邀请第七区，他们要唱429首。Oh,
最后一个节目是我们中智教会的中树的社青团契。那我们请中树社青团契的弟兄姐妹赶快到台上。这个社青团契呢是今年成立的哈。因为这几年陆陆续续有一些年轻的弟兄姐妹他们返乡来工作或者是就近读书的他们很希望成立一个团契让所有我们中智教会的青年人都有一个归属感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团契那教会的一个青年人是教会重要的一个支柱也希望我们在座的只要是18岁以上一直到45岁以下的都可以参加这个社青团契。
先留步一下。好，那感谢神哦。那中枢团契是在今年成立的，他们大部分都不在本地哦，有的都在外地啊，所以假日的时候他们都会希望来参加啊。那上一次听有的契员讲说，他们已经很多年没有到台上献诗了哦，所以组成这个团契相当的难得，也希望我们在座的爸爸妈妈哦，给予他们更多的支持跟鼓励啊。大部分都是未婚的。所以上一次信徒会议有决定说，只要是在我们中资教会会堂结婚的教会有自证10000块的这个奖励金，所以加油。好，谢谢。好，那因为我们明天还有跟陈工在现堂里之后，下午还有跟成功中智的这个联合的特别聚会，所以很多的节目都安排在明天那所以我们明天务必从早上一直到下午都要参加。好，最后是祝福，我们请蔡顺荣传道来为我们祝福。非常感谢主带领我们即将要结束。刚刚主持人提到我们的青年，他说我们的中枢团契，到底是他口齿不清，还是我重听？他说中枢团契。哎，那说来，好多好多中枢团结，好听了，我不听了过。我还想说，他们中枢神经不错。是啊，那好听的啊，他把把个把海多把咱米拉喊的来。哎，所以我们的青年唱得好。哎，把个把好过来就能写念了，米达。游得好，来比格罗伊来不上游了，把个把。像鱼儿一样这么有美感。把咱都比上我能浮定啊，把个把你能。让带领我们到空中一样，好像这个飘飘然一样。美妙的旋律，飞舞翩翩。我们的心境真的是会变美丽。我们继续求主带领，来祝福我们。所以我们请会众大家站立来一起祷告。那传道就带领一起向神来祈求。请大家低头默祷。奉主耶稣圣名来祝福。感谢主耶稣基督带领我们。感谢主耶稣基督安格里基坦南。我们在外游子返乡。从东从西从北从南。返乡过节所安息圣日，准备参加明天的献堂礼，甚至于有从远方来的弟兄姐妹，不管是从国外从哪里来，我们满心喜乐，全体上下一心，我们一起来动工，我们一起来服侍神，求神帮助我们。就像刚刚我们几个区所唱的诗歌，主帮助我们，带领我们的信仰，带领我们的侍奉，借着安息生日领受生命粮食，借着明天的献堂，将高大辉煌的圣殿献给主，我们在你的圣所里面来等待你，我们在你的圣所里面来等待你，
借着我们的追求，让我的心中平安永在我心。纵然我们在外工作，让求主帮助，我们身心灵都平安。因你平安赏赐，让我们平安赏赐。奉献归到神的教会，把这里把路奉，把这里转安，教会得到丰盛，我叫该还能马卡路发，得到教会得到坚固，我叫该还能还路马哈，教会才能够兴起，我叫该还能还马哈定，我们相信教会是主的，还有这里把说的，我叫该我都没说过呢，真理在真教会，所以我心里一定要得到兴起，真理在真教会，我心里一定要得到兴起，相信真教会必兴起，不敢说的，我们还我叫兴起教会。感谢主，但有时我们软弱，还都依赖个那里嘛，我们得罪了您，依赖把掌握他们该有的耶稣基督，阿爸耶稣基督，我们是你的儿女，我阿们说干咪，怎么可以放弃我们呢？还是啥？我当说干咪哈个呀？当我们有软弱的时候，阿说阿爹呢？个那里嘛，努念，借着祷告，每天呢在努力，求主施恩，把这里说都是咪咪，带领我们，咪个里他们也难，重回你的怀抱，把这个带领阿父父咪说，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少不少罗马都写写，诗歌里面也告诉我们，一定要在那里留宿啊，回来吧，卡比罗盖，回来吧，米罗盖，是的。还多，我们愿意回来。你还有一个没说的路开呀？说不敢回来。可怜，我们偶尔说不敢走，让我们想到你的慈爱。把那东西明古明的没说。让我们有勇气回来。对，一来把一次路念嘛，明路开。让我们能够懂得来献上最好的。对，什么烦恼念，把一个没都么不害他那呀，把路复算。来荣耀主你的圣名。也不但是个都一个算。我们愿意成为精兵。明年那一个没好，马路苏菲带的没说。我们愿意向前冲。你走走路个没都还是嘛？要得到上头来的能力。未来也可比多那尼卡夫冈哎，还能来荣耀主圣名。但不但是靠多一个，因我们的追求，一定是萨利努尼亚米。相信将来，将来多一个多。你亲自见荣耀主，这个是马比马阿罗古比信耶稣。感谢主，感谢阿扎。来学习大卫，把这句的彼得安，有主同在，把那扎发耶都高阿扎。圣灵同在，伊拉古写嘞，时时同在，把的这里把那扎发耶，时时提醒，把那这里都伊拉古把这个，让我们永远心中有平安。哎，那伊发的错在伊拉都个黑暗当中。有神带领，伊拉古格里那扎。我们今年的安息生日，你俩真的安息过日子，能够得到你的祝福，也比较把这些都辛苦服过，也求主带领，也要照别个领受。我们明天的献堂礼，我把这马上阿金都献给主，与我们同在，我阿妈我卡拉萨发应该没献上最好的，也把那福给他们卡巴海来荣耀你，每一个算难，也愿主来祝福我们，也让来盘说把这些都辛苦服顺利。马兰花是马氏奴爱，健康，给我带儿女孝顺，我好麻烦阿妈工作，围绕在父母身旁，一天天带领我们娘妈的好，你好好，让我们的家庭，我家底下在努力，享受天伦之乐，把这点么个不还还能在神的家中。一天天弄高山，高山的不会。安息生日来团圆。一天天在都安息过年，什么时候安老？时时在神的家中。一天天对一老板五面的高山。来诉说数算主的恩典。不但是高山在你哈拉登在多米古米的米受。接着来到教会。都等一下在教会。来证明我们是你的儿女。米受米卡米哇哇米受卡米。我们向神你祷告。哈掉皮努力用算难。一切丰盛的恩典。丰丰富富临到众弟兄姐妹，荣耀归在你的圣名。愿主施恩祝福。我们向神你祷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阿门。阿门。好，请坐下。最后我们再请蔡和明执事。大家咪感谢，给你加油，努卡瓦斯。感谢主的恩典。阿弥陀尼多那比莲伊努米达。在我们的莲礼当中。这个比达拉古奇冈沙里嘎嘎。时间是不会等待的。阿弥陀尼沙达邦努米达达尼勒勒。从一开始到现在结束。达拉伊拉瓜玛阿弥克里。感谢神与我们同在。以少年。在这儿，萨卡古米基桑托卡拉古古伊达。待会小弟，刚才小弟呢，在底下呢，就数算着我们的人数。伊拉埃奥古在一个带领努米达阿拉特。有几个同龄，他不好意思上台。那第一期好以53名的少年。第一期将近有53名。第二期的29。第二区呢有29名。我那。那第三期好18名。第三区呢有18名。第四期22。第四有22名，第五奥义47名，第五区呢，有47名，第六区还有62，第六区62名，第七区还有49。
第七区是49名。哎，那以上还那个好诶，279。如果整数合起来是279名。那哈拉等人查卡蒂尼塞卡卡多么神嘞，都给他弄哈蒂尼。啊，想一想啊，不应该不只是这样子而已啊，可是我们已经坐满了。哎，那吉拉米。你献堂给他，明天是我们的献堂给你。哦，拜年的天都下。啊，传道这样的啊，嘱咐我们。我们大众之教会好啊，萨利卡卡，一定要讲给他阿玛罗萨。啊，传道啊，告诉我们说，所有众志教会的同龄一律啊，在二楼坐下。到我众志，我一定要有给到我们幸福谷，卢卡瓦是一定萨古萨罗天都下。因为我们是众志的信徒，我们应备。配得上来祝福的。哎，给他多少里卡卡，把这个责任都给他，八点还你都给他。啊，所以我们要早早的来到教会，八点就来了。嘛，我所有福音时候也，把给阿友多少里卡卡，我干嘛罗阿努米达。如果你晚到的话，你的位置可能就没有了。好了，等等的，他跟他去讲的呢。啊，所以这个时间啊，我们要好好的记住。大家没看下跟那别人阿努米达也少你。感谢主，在我们的连理当中。大家一拉过爱罗阿玛一点的给他呢。我们可以深深体会到神的爱。但愿我们这样的歌颂神蒙神所纪念。所以在我们歌颂主的这个画面呢，非常的好。我们也看了我们的中树团契。他们最后的那首诗歌这样的高亢。有希望不能丢开啊！让我们听了之后就感到啊，我们教会有希望。Hanu haratun hanu mita maska koko koko tu papa jam tadi parah lagi kita sari kakak。因为如果我们想一想，当这个公鸡早上在鸡叫的时候呢，我们就会起床。哎，心灵的丢开，nu mita ni parah lagi tu kita nan。因为我们的年轻人已经在呼喊了。Nana kita umari tengah wingen tak wawat tu mita。但愿我们老人家呢，应该要支持他们。在呀，一个一点尼古比迪里努米拉啊，虽然他们大部分的时间不在这里。呀，我哈迪呢要稍不米努卡，呀，伊萨里卡卡阿米当给啊，当他们的团聚的时间定案之后呢，他们就会回来了。马格巴海都教盖努米达，我们的教会已经呈现在我们面前。哎呀，伊都卡扎扎内蒂埃后啊，不像之前的教会。而且还有伊都比好东安一点尼盖伊干诺。我们现在的这个教会很宽广啊，很多活动的地方。努米努盖吉达，马呀伊都吉达伊干诺，马伊尼伊尼阿马罗马拉人乌伊干诺。啊，如果回来的时候，我们有一个泡茶区呢，可以在那边聊聊天啊。在卡扎对蒂埃，阿外。不像之前的非常的窄所以上会之后呢就直接回去了。但愿在今年新的一年。我们上会之后。但愿我们多聚集在这个泡茶区这个地方呢，可以在那边聊聊天呢。我们毕竟是血肉之躯。让我们互相的怜悯在主的爱中成长。因为我们都是一家人呐。哎，少年，这大概比三比卡吉他。待会我们不用唱诗了。当首尔上面一努力吉他，我们直接来祷告。那那也没啥大概，你少年吉他不用啥哩嘎嘎。但愿刚刚所述说的，米里特莫吉他都那努巴巴正哈达亚努米他都那比天都西吉努米他。我们明天要迎接我们的现场典礼。那那马哈麦瓜马都达亚努米他。但愿我们所做的每一份工作，蒙神所喜悦。伊蒂尼马巴特里努卡瓦斯多西库福库吉他。但愿神的祝福都能临到我们在座的所有的弟兄姐妹。我们这样的来向神呼求。我们这样的向神呼求。我们同心祷告。